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4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呢，官媒公开讨华上将刘亚洲是什么原因？第二个问题是呢。 中国大事跨国镇压，西方反制的力度如何？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呢，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官网、中国红色网发表批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袁政委刘亚洲上将的署名文章，刘亚洲要为谁殉葬？ 首次在国内公开点名批判刘亚洲，指刘亚洲呢要从根本上啊动员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抵制和反对军委主义负责制，啊是隐藏在军队中的第五纵队普世价值的崔古首，中国军队头号汉奸。与此同时呢，港媒在同一天呢报道说，中央军委纪委呢已经完成调查。 指刘亚洲呢涉案金额巨大，已移交军队司法系统。此前呢，香港媒体曾经有报道刘亚洲因严重的贪腐和判死缓。所以刘亚洲的问题呢，他的性质究竟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刘亚洲呢是不是第二个任志强？二十大以后呢，那刘亚洲开刀传递了什么信号？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下面我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第二位呢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欢迎两位嘉宾。谢谢小平。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博士啊。 这个官网啊，中国红色网的这个讨伐文章呢，重点在对刘亚洲啊进行思想清算和政治清算。但是呢，这个被美国司法部列为外国代理人的这个《星岛日报》的报道呢，是说刘因巨贪啊面临司法审判。身在中国大陆的著名记者高瑜啊，在推特上说呢。 说刘是中共的右派啊，中共不容刘亚洲，因为他的思想对立和主张啊，所以对他进行惩罚。所以我想请问王军涛博士啊，您认为刘亚洲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呢？思想问题呢，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刘亚洲的问题呢，肯定是刘亚洲的问题呢，应该说肯定是政治问题，因为呢，我们从王大命之后啊，中国开始所谓要逐步建立法治之后呢，就强调经济问题或者一般的刑事问题呢，不能为审先定，就是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他可以有他的刑事辩护权利。当我们知道呢，其实习近平上来之后呢，只有要拿政治问题做经济处理的时候，或者以经济问题开道的时候，才会出现。 未审就定罪，所以我们看到刘亚洲先生呢所犯的所谓的经济问题，应该说他现在还没有进行审查的时候，就已经把他定罪为是一个这个经济罪犯。那么这是一个。第二呢，还更重要一点就是呢，刘亚洲现在呢所涉嫌到的所谓经济问题是在一个研究会，而这个研究会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呢。 中国有很多人成立了很多这种组织，他们可以对社会进行捐赠，就募捐。那么他现在呢，刘亚洲所涉及到的问题应该是属于募捐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呢也不能够在罪与和非罪之间，也有的募捐可能是违法的这种方式，但在罪与非罪之间的时候呢，我觉得事先定罪呢，这个很反常。
那刘亚洲先生呢，我觉得定他的政治罪的还是政治罪呢，到底是因为政治问题呢，还是思想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其实在一个威权体制或者在一个后集权体制后共产党集权体制中呢，这个问题或许有意义。那时候呢，共产党只是呢用政治镇压的方式控制一些政治反对力量，不让他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而在思想领域中和理论领域中相对比较自由，特别他们需要和西方进行交流的时候有一定的宽容。但是要搞集权，用集权这个呢，实际上就在这个问题呢，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就一致了。就一般来讲，集权统治者或者专制独裁者，他有一套想法想强加给社会，觉得社会不接受的时候，用政治集权和专制呢作为保障。在这个时候，在思想上如果对他构成挑战，再用政治手段加以清洗；如果政治上不服从，那更加以清洗。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习近平上来之后的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实际上是把思想和政治给它合一了。那么刘亚洲呢，我觉得在这两方面他都有。比如说在思想上，在中国相对比较开放的时候，实际上邓小平呢虽然搞了威权体制，但是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政治体制何去何从，在1979年、1986年邓小平都两次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在那时候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他一般来讲并没有在事后追究。我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熟悉西方的各个方面的政治理论，而且特别是在中国的出版界翻译了大，基本上把西方的这种思想和政治方面理论书籍全都翻译过来了，没有什么禁区，而且呢可以公开的出版和发行。所以说在，但是呢，刘亚洲先生在那时候开始形成的思想，到90年代的时候他还是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应该说他并没有否定这个中国的这个当时的国家的这种政治体制的基本性质，他只是用一种前瞻式的眼光说中国呢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而且他是向党中央提建议，应该说在至少在政治组织原则上他没有违背这个。在公共空间中他的讨论还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我们能看到公共发展，但是现在呢这些讨论呢在习近平要定于一尊的时候，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障碍，特别是许多人在批评习近平的时候会引用刘亚洲的一些判断，比如像关于台海战争的前景啊等等，这样呢习近平要想贯彻他的独裁，可能就要打击和清洗刘亚洲这样的一些想法，而这种想法最好揪出一个人来作为他的代言人，也这样呢也可能也是成全刘亚洲上将的一个要殉道的这样一个想法。政治上呢，我觉得刘亚洲，我并不认为刘亚洲在习近平要建立独裁的真的要挑战他，不过呢刘亚洲呢有两个身份使得他呢客观上会形成这样力量的集结的地方。那么一个呢，他是红二代的一个代表，特别是在红二，你可以看到刘亚洲晋升这个到了国防大学任政委，说习近平还没有登基。那在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出这是江泽民时期在军队中的布局。那么当然习近平上来就要清洗这样的，而红二代中间呢被他陆续清洗了，刘亚洲实际上在这最初时候帮着习近平以红二代清洗官二代的时候呢是立了一些功的，那么这个时候对他构成威胁更大，可能要加以清洗。还有刘亚洲呢做国防大学政委呢，这个位置也很特殊，国防大学实际上是集中了军中各派的力量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呢刘亚洲作为一个政委来说，当习近平要搞清洗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坚定的把习近平的想法，他是17年退下来，在这个12年到17年这段时间的时候，是不是坚定的把习近平的想法在思想上组织上在国防大学贯彻了，他这是政委的职责。如果他没有贯彻呢，甚至他保护了一些人，就是我知道共产党里有一条，就是说到在你任期内一些人如果在事后被查的时候，可能要问当时任期的一些政委啊等等，问他们的意见，是不是刘亚洲在这方面就是没有像这个习近平这个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特别是还有一个这样看齐，那在这方面就违背了习近平的意志。所以拿刘亚洲开刀，实际上在某种上是要在立一个规矩，就是要求将来军中的这些所有这些人，不管是任期还是任期里的还是原来有任期的人，都要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与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嗯，小平，这个刚才王军涛提到一点，就是指这个刘亚洲是在江泽民任上啊担任了国防大学的政委。那么我们正好有网友呢叫咸鱼啊，他说啊，他刘亚洲呢属于长者的派系啊，因为职位不重要，一直没拿下，所以现在居然啊也他们都不放，连他也不放过啊。另外这个除暴安良呢，他说刘显然是
站队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下个问题我想请问周峰所，就是说为什么我提出一个，就是说到底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呢？因为中国红色网呢是一个官网啊，那么这个《星岛日报》呢，它也被美国司法部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啊。这两家在说这个刘亚洲的时候呢，用了不同的这个性质去定调啊。中国红色网是讨，就是对他进行思想清洗啊，这个清算，政治清算，而那个港媒这边呢，说他是这个经济问题，所以这是明显的这个矛盾。你怎么看这样一种明显的矛盾现象呢？我可以同意刚才军涛所说的，这个肯定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在我看来，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权力斗争啊，而不是政治方向上真正的差异。那么我看到红色网上批判他的时候，好像强调了很多他强调普世价值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在2012年，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刘亚洲受益做了一个《较量无声》那个一个纪录片啊，就是一个，他实际上那个跟习近平的七不讲是非常类似的，就是认为西方这种用经济。用通过和平演变等等在试图改变中国等等，所以要进行反击这些。那么这个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包括他以前的讲法甚至表现出一种改革姿态等等，都可能更多的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包括后来的这个他的转向等等很多人当然把他当作一个改革派的代表。那么在跟习近平相比可能所有的人都是改革派，这个是确信无疑的。他当然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他是改革派，我想因为他贪腐成太子党而且在军队里边，这是习近平不能容忍的。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据说这个军队里边，比方说清洗像郭伯雄徐才厚这些所谓的平民出身的这种将领，那当时呢太子党就是二刘刘源、刘亚洲好像起了汗马功劳哈。那么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当然也可能就是他们今天败落的起源，就是这种功高震主哈之类的。那么习近平非常在意他在太子党中间的地位，这个是不允许挑战的。那么在他身边有这么一个可能有影响的人，他是一定要拿下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宫廷权力斗争的这种爆发，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理念上的一个冲突。当然肯定也不是经济问题了。这个周副手，我再追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提到他的《较量无声》啊，那个《较量无声》呢，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啊。那你那边对你的当年的那个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那是进行了点名批评的。那么你的这个照片也在里面，刚才我们那个屏幕上出现了你的照片啊。你来谈谈你对这个《较量无声》和当时被你们这个组织被批评的那种感受吗？当然我们看到的时候我还是感到非常光荣，因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尽管历史可能是海外历史最长的民运组织之一那知道的人很少但是呢就是被他们做这样一个批判，当时也是意想不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镜头，当时就因为这是很早的时候的照片，这个照片应该是2010年以前的，那就是当然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了，就是现在可能我是现在我在我的第三个组织就是中国人权但是在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我从到那里一直到后来有差不多10年时间一直是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服务。那么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在中国推行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这当然跟刘亚洲在那个时候想强调的他们这种太子党这些这种红色路线这种是冲突的，所以他在这里边把我们列上去我们也是感到是一种光荣了。那当然在这中间呢列的其他的人像刘晓波先生已经去世了，那还有毛于轼在国内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后来据说不得不离开那夏叶良他后来也是逃离了中国，这个都显示了这些较量无声这个纪录片它的一个政治定位。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说看到刘亚洲的这种姿态然后被红色网这种塑造，这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感觉有点吊诡，就是红色网这是刘亚洲的本色然后他把它塑造成一个西方这个普世价值的代言人，这是非常诡异的当然呢就是说历史就是很多在中共特别这种黑箱操作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全部的事实，很有可能很多事情只能以后才能全面的了解。那么现在呢我们只能从既有的这些信息来判断，当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斗争。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无论他现在比方说要攻打台湾，要否定任何不同的军内不同的声音，还是他一直觉得作为太子党他这个根基不够厚那太子党里边的强人他要全部拿下，那像刘亚洲这样一个攀附太子党那更是可以拿下，就是然后做出一个杀鸡给猴看的这种作用。我补充一个事实吧，老王老王你先别补充，我一会儿还有问题你会涉及到那么刚才呢那个周副所点出了一个我们下面要准备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刘亚洲的这个现象的这种诡异。那么所谓的诡异呢，就是说对刘亚洲的这种评价到底怎么定位他。那么刚才周副所提到作为一个改革派代表的一个定位实际上我搜索了一下，就是说刘亚洲这个事件发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呢，我觉得对他做改革派的评价呢这个呢不多那么这几天最热闹的那几点呢是我们要讨论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蔡霞教授出来说他认为他是第二个任志强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高瑜呢认为他是中共内部的右派，那么慕容雪冲呢说他是他们一伙的那么这三种观点我想听听王军涛博士你怎么看。我觉得可能三种观点都有它的道理，就刘亚洲呢他其实他的面目呢就从我知道信息来说他比较模糊，因为我是在国防大学长大的，就是在中央一部分政治学院，其实在这个他在任的时候他每年都还去到我家里去一趟，就是说我根据我知道情况，那我不说他在我们家，他说的肯定是官话了，因为他是官的官讲的话。那么他我讲的是呢，高瑜在十多年前到美国来给我讲了一段刘亚洲和何家栋的交往，就是我刘亚洲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在20年前在网上就很流行，那何家栋写了一篇文章批判他说呢，刘亚洲是代表了民族，就是这个新兴的一种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你可以看出刚才呢封锁先生也讲到，他即使在讲一些开明思想在往流传，也是打不打台湾都是站在一个军国主义的角度，就是来去谈这个问题。那么刘亚洲呢给何家栋来了封信说你对我有误解，你在网上看到东西并不完整，他说我想呢给你一个完整的东西，他就给何家栋了一个完整的稿子，稿子是什么我不知道接着呢后来当时就跟何家栋见了一面，当时好像高瑜女士也在场，被高瑜女士为什么定为一个党内的改革派军中的右派呢，就是因为呢那次谈话中，那么据我所知，金涛据我所知是他把自己那套文集送给了何家栋。他你听我说，不还有一些稿底稿？那么就说那个呢，我现在他文集很厚我也不认为他能拎去，何家栋能给他拎回去，何家栋那个年龄。那我觉得呢，说他当时谈到的，我一些细节我不便说因为说了等于加重他罪过。
但有两个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是值得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他在讲说呢这个实际就是他在讲啊，他说实际上太子党啊，就是现在他们这批红二代身上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权力还给人民。说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接着我们再继承权力的话，就相当于是老子打天下又把天下传给儿子，老子就不是在为了老百姓打天下，而是为了他们家族在打天下，这样两代人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说呢，如果还去之后呢，还或许就这个意思，就是或许老一代所犯下的一些罪行或者一些什么错误的话，或许还能在历史上算一个交代，那是为了一个什么？就是说他这个还政于民，因为当时呢，他们见面的时候正好也跟胡锦涛当时甚嚣于上的新三民主义呢是跟他关联的。第二就是呢，他其实讲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作为这个政治讨论来说的话，其实他是希望呢，中国将来就是其实是印证了一下，就是在红色网上批判他的一些观点。那我只是觉得呢，刘亚洲很在意他在公知中的形象，很在意就是在这个就是。那么至于说像他后来做的那些事情啊，我觉得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对他这个阶层中成长中的人来说，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比如说金一南要搞一个，但是金一南。就是以我对国防大学的这些教官的思想了解，因为这个我说我在他们中间很多人，比如像在这个文章中批判的说给西路军方案，那是朱玉教授，那是从小那也是看着我长大的，还有像给林彪方案的王年一教授，这些都是呢这个当时我很熟悉的一些人。就在其实金一南这样的人呢，其实在他们眼里头就是一个学术骗这种人，在国防大学中其实也不吃香，但是他要搞这本书。你要知道搞一部电影绝对不是一个教授和一个国防大学政委能定的，那肯定是总政治部下达的任务，军队中有很严格的纪律啊。就是到了中国其实在出版界，在那时候你要出一部电影和电视系列片，那是上面如果没有操纵的话，他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出来的，而且还要这个官方给他加持出版。所以我是在想说呢，雷亚洲这样的人呢，就是按照这个我觉得我封锁呀，像孟雪尊说的我觉得都对，他是有原罪的，就这种人。所以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人采访一个当年的紫阳的一个高级秘书，我们大家也都应该知道是谁。当人家说呢，你当初处的特殊位置呢，好像是他呢有一段这个好像难得的际遇。他说呢，那是一段我们需要赎的罪，因为我们呢在那个时候参与了一些事情。而即使他当时在里头是站在了所谓就是被邓小平清洗的一边，但他仍然会认为呢，中间还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在后人看来是不能原谅的，站在普世价值角度。所以我觉得在某种上大家说的都对，不过在刘亚洲的那个特定的情境和那个位置上，他做出就是他有一些想法，比如他想跟何家豆沟通，他那时候他还可能还不是上将，应该那是零九年以前的事儿，他可能还是个少将，刚提少将不久。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他还可以愿意做出这种姿态，本身的话多少说内心，但是官场能改变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同学对吧，像我的同学封锁同学，还有小平你的同学，我们这些来自名校的人，我们很多同学我们是看着他们怎么一步步堕落的，按照我们现在说法也走上了跟这个跟共产党官场绑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在中国出了一些怪人之后呢，我提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一个国家处在大转型的时候，我们这些高举普世价值旗帜的人要对那些最后在分崩在这个体制分崩离析的时候要叛逃出来或者要跑出来的这些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们，有什么政策来对待他们，其实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嗯，这个小平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点评啊，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单独的问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个周峰锁呀，就是我们的一个推友啊，叫一旅啊，他说刘亚洲呢是军中的高官啊，罕见的军中异类，有才高调啊，但思想很复杂啊。然后后面再有一次，他在我看呢，他既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啊，那么这个跟慕容雪冲的观点就不一样。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民间立场，否则他就不是刘亚洲了啊！这是中国复杂的意识形态之下尚有一点良知的高层官员特有的双面孔现象。那么周峰锁先生啊，你怎么样解读刘亚洲这种双面孔现象呢？当然我也刚才谈到这个情况，那刚才军涛谈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另外一个攀附的太子党啊，王岐山。那王岐山可能军涛也很熟悉，在80年代呢，我都记着他那时候参加这个《走向未来》丛书啊，
谁能想到那个时候以这种倡导改革开放啊，最后走向的是这样一个未来啊，成为一个专制政权的一个暴君的酷吏打手啊。那啊，其实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想象刘亚洲的情况，他在很多地方是有非常类似的轨迹。当然，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无法知道这个真正的全貌，就是在这个时候。那有时候呢，我偶尔也会想到，就是希特勒德国的时候，其实德国的军队呢是非常反希特勒，就是职业军人啊那些方面。那么他们试图和英国联系的时候，丘吉尔大概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是只有一个死了的德国人才是好的德国人。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伦敦被轰炸等等，就是整个自由世界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德国军人的那种非常微小的这种表现，在外界是根本无法判断的。当然我想很多人从这种善良的想象也好，或者从这个人的常识判断也好，觉得认为军队里边可能有这种派系，甚至也许刘亚洲在想做一些事情被抓住等等哈。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讲，这些可能我们是无法知道的，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排除，我只能说这样。因为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前面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野心家和阴谋家啊。那么我们的网友啊，对这个典型阴谋家的问题呢，就有一些看法啊。这个叫老莫啊，他说呢，一个没有兵权非主流的上将，怎么就成了典型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啊？那么这个叫设计的这个网友呢，他说单方面的讨伐本身就是阴谋，当年讨伐邓小平不是一样的方式吗？还有一位呢叫燕啊的这个推友呢，他说什么样的心可以称得上野心，什么样的人可以有野心，很好奇啊。所以王俊涛博士，你能不能谈谈就是刘亚洲这个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说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是完全赞成封锁先生的前面的讨论，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普世价值角度拉开时空距离看，以常识人的良知看，共产党里混到高级干部高级职称，包括那些教授混到这个份上的人，大概没有人，就除了少数另类之外的啊，没有人不是野心家，没有人不是阴谋家，没有人没有干过坏事儿。所以那时候人家当时前线就问我对一个有争议人看法，他说，我说有两个问题你不要跟我讨论，第一他是好人坏人，我说到那层上没好人，就是一个你看得惯看不惯，你认识不认识，你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对吧？他你要看他的，你要问他的政敌，问他的被他害过的人，那都会说出一大堆他的罪行，大概可能判死刑都够。那么第二，你不要跟我说真话假话，这种人到那个层次上在官场上说的话全是瞎话，对吧？就是说你这问这个你问都不要问，他要是说真话他不会到那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小平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拉开时空去站此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呢，人说庙堂之上有花心和尚，江湖之上有菩萨心肠，其实讲的也都是在他那个特定的情境中，他在具体的某些事的处理上，他还是就是一个布利和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呢，是有区别的。那我记得那个谁给我讲，就是刘建国先生，就是徐锡前司机给我讲，他后来在共产党做过这个科级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他说实际上纪委要来查你的时候，基本上你看书记派哪个纪委干部来查，你就知道这个人呢就是他准备放你还是不放你。如果派一个顾吏来，那你就知道这个干部是要把你整死，他要派一个纪委中比较通情达理的人来，你就知道他要保你。所以我就说就说在我们大原则定的情况下，这些人的一些在某件事情怎么处理上，还是对国际民生上还是有些区别的。好，那么这个第一个话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周峰说啊先生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呀拿这个刘亚洲开刀呢啊，他有点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考虑啊，尤其是刘亚洲的这个案件啊，他查了那么久啊，这个早就有媒体报道他被这个留置了啊，但是呢现在是等于还没有提交司法去处理，这期间呢肯定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考虑，那么现在觉得要拿他送到军法处置等等这个程度，那么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上的考虑呢？这是很典型的以前这种皇帝的统治之术嘛，那现在就是要杀人立威啊，那用刘亚洲的这个政治人头来树立习近平自己的权威。刚才也谈到，特别是有关比方说攻打台湾这种现实的问题呀等等，那刘亚洲的那些讲法，因为我想刘亚洲自己可能都后悔了，以前写了那么多提到这些问题等等，那肯定是习近平所不愿意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也反映出来习近平他这个心虚啊。昨天我们在耶鲁那里大家谈到这个问题，也是说这个，就是说一个专制者到最后呢，就是权力越大越恐慌，因为一个绝对的权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那么刘亚洲就是被有幸选作这样一个代表吧，就是用来开刀，用来树立他在比方说在军队在太子党方面的这种威严。那从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就是从刘亚洲在习近平刚刚上台开始太子党这个整肃军队那个时候到今天自己被整肃，这是一个循环哈，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那显示的也就是在这种觉得前几天有人讨论一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在一个专制制度之下不可能这个结束终身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一人当皇帝这种个人专制暴政的这种情况下，那所有的人都是他的牺牲品，那不管你是以前怎么样为他服务立过什么样的功劳，那都是随时可以被扔掉的。那最终呢，当然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国家，那所有人他的这个人的尊严自由才能得到保证，那作为公众呢也可能才能最大限度的知道背后的事实。当然谈到这里就是我想想到这个刘亚洲先生的兄弟叫刘亚伟他在美国不知道有没有人去采访他或者怎么样。他以前在美国也有一些活动，当然在他的那些活动呢，在可能民主人士看来往往是替中共说话的，那可是在现在这种环境中间也有可能被看作是另外一种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好谢谢我们周副所，也谢谢我们王军涛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网友的这个点评那么这个推特网友呢，答案他说，选择性防腐呢，通常以经济、情色问题来淡化政治问题但红色文化中国那个红色网呢，说刘要为谁殉道呢？子刘要为民主、军队、国家化、人性殉道，可见刘是以反党来定罪的可能中国内部呢已经存在路线斗争，也可能刘在反习但只能以反党来定罪这是答案的这个一个大胆的一个推测。这叫苏森的这个推特网友他说独裁专制的也门国家呢，内斗相当残酷恐怖有不同的政见呢会被扣上各种帽子这个中国这个专制体制互相互害了几千年这叫一种批判。那么也有一个我们的那个油管网友的姓杨的他说，这个事情是说明国家公事公办，不论是谁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俊涛你能不能够用那么一两分钟点评一下呢？那当然法律面人平等应该首先追就是习近平的罪嘛，对吧？他就是可以说呢，他不仅把国法，那个国法当然其实像站在我和封锁这样角度来，那个国法是很成问题的，但是呢即使这样，他在把这个国法，特别也把共产党那个黑帮定那个党章，他都踩在脚下了。要真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该追究习近平的责任。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儿。
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所先生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呢，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大肆跨国镇压，西方仿制的力度如何？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这里是美国之音4月14日的十四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呢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自由之家最近发布报告，仍然不安全。2022年的跨国镇压，指中国是全球跨国镇压的头号肇事者，自2014年以来已经进行了253起跨国镇压，占所有记录在案直接有形的镇压案件的30%。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年3月推出一部旨在遏制跨国镇压浪潮的跨国镇压政策法法案。美国联邦调查局此前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刊登中文广告，呼吁呢，在美国遭受中国政府跨境镇压的华人呢，主动报案。而今年的民主峰会呢，也宣言承诺抵御跨国镇压。那么呢，西方是否对北京的跨国镇压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何遏制北京呢，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机制呢，进行跨境镇压？北京跨境镇压的受害人呢，究竟是选择沉默还是选择公开反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第二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所先生。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要请问啊，我们的周锋所先生，在提出问题之前呢，我给周锋所先生呢提出一个案例啊，这也是你自己曾经关注的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叫什么呢？一位叫玲玲的华人，在入睡之前呢，突然接到家人的越眼电话，在中国的父亲呢向他求证美国请愿网站 change.org 上的一个声援中国异议人士的联署书是否是他所发起，并要求他交出注册该网站的邮箱等个人信息，以及设法删除和修改联署。玲玲说啊，国宝他们呢不仅知道我的账号，要求我把屏幕共享给他们，他们还收到我的一个其他平台上的社交账号。
所以这是一个呀，就是说媒体报道出来的一个跨国镇压的这个案件。那么我想请问周峰所啊，您关注的这个中国人权问题，你也是新任的中国人权的这个负责人。那么在您的这个所经历的这个过程中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西方国家对跨国镇压进行这个有力的打击制约的这么个案件呢？在我看来，这个现在这个势头非常的值得欢迎啊，特别是政府部门啊，就是非常积极欢迎，乐于倾听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向广大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呼吁，如果你们面临任何的这方面的威胁骚扰如果觉得需要渠道，可以和我联系。那么就是无论是执法机关还是立法，就是议员，还有甚至民间的像学校，他们都跟我有密切的联系非常想听到。因为在过去呢，就是说美国非常清楚的就是民意有一个大转变，就是人们开始对中共在海外直接的这种侵害开始有清楚的认识，而且政府想做事。那当然现在呢有很多地方做的还是不够，可是这个渠道是畅通的，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改变，就是你不是求告无门的。那其实呢，我自己是这种迫害的受害者，那一直被跟踪、被打、被威胁等等，这种经验非常多。那我也非常注意这方面。其实从在我看来呢，就是主要的，当然对于民运人士这种是很直接了。那么对于广泛的，比方说留学生群体和新移民的这种骚扰、监控这些，实际上的确是越来越严重。在过去的从我的观察，从2008年开始，那么在过去呢，这个很多事情让我们说起来是非常令人愤怒的，就是美国的警察他们不了解、不作为。你比方说在奥运会这个所谓的这个奥运火炬期间，那我们在旧金山被中共的支持者很多人围打，打得非常严重。然后美国的警察，旧金山警察在边上，我要求他们保护我们，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还专门问他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们专门给支持这个中共的人了，他说没有没有，我说你们必须保护我们，那些警察没有做任何事情。那还有比较近的，就是像曼哈顿2019年的这个中国民主党的朋友们去欢迎蔡英文最后被打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呢，在现在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说社会各界他充分的认识到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不能容忍的。那不像以前他们基本上是不了解、漠视。所以在很多的美国的司法机关等等，他们是非常乐意做更多的。但是现在呢，的确也有很大的限制，这个限制呢，在我看来就是立法上的限制还不够。因为中共在海外这种全面的迫害呢，他的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帮手，比方说像同乡会像各种各样的福建同乡会等等，还有各校的学生会，这个是很明显的那还有比方说这种各种宗亲会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中共在海外的这个有影响的组织。那么前一阵呢，我和三个议员去这个曼哈顿中国城那里抗议那个海外警察站，这只是这个事情浮出来的一个靶子，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情况。但是这种影响是全面的。那甚至我们看到，就在前几天，蔡英文再度过境的时候，那还有这种背景的人站出来就是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肆意的就是挑战这个。那么在这些方面呢，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就是无罪推定的。那么对于执法机关来讲，要抓人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努力。那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需要有专门针对像中共这种海外组织有一个特别的法案。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参照希特勒德国的时候针对德国的一些法案。那么在美国呢，轻易他们比较小心不想
做出这种比方说专门针对某个族群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中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那他把中国人挟持当作奴隶，当作人质，那么在海外呢也有这些爪牙，制造很强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有组织的这种活动。那么从个人方面啊，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像伯克利音乐学院这个学生啊，支持民主啊，被威胁砍手，然后 FBI 很快的行动啊，这个我就觉得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美国司法机关在这个事情上啊，得到消息以后立刻就行动了。那么这种事情呢，其实他们是非常乐意做的。所以如果有这种具体的事实，这些啊，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啊，你是在这里是受到保护的。但是这个里边的确需要很多人配合提供证据啊，比方说伯克利这个事情，那么受害人呢可能是比较害怕啊，但是呢这个其他人就是啊他的朋友啊等等就收集了很多证据啊，然后呢这样呢就是对于司法机关呢就比较容易做，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行动起来的地方。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也希望看到，比方说像伯克利音乐学院，后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关注的还不够，就是有一个学生的组织，是本地的学生组织，不是华人的学生组织，专门为他去声援，在学校换校长的时候去抗议。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跟这相关的哈，不是直接的跨国侵害，就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写信抗议校长去和这个中共领事馆官员这个推销习近平的这种政策哈，就实际上是做了这种中共的这种装饰品等等。那这些呢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就是我这个海外留学生特别是年轻人不能完全做一些做这种被动的受害者，那要主动站起来等等。所以这方面呢，我等会儿可能我还会讲到，就是我现在觉得非常好，也看到这个年轻人中间有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勇气，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在现在监控这么严密的情况下能够站出来，就是非常可喜的。那作为中国人权呢，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交流的渠道成为一个热线无论是通过中国人权，还是通过我个人的各种电报推特这些Instagram、Facebook 跟我联络我都欢迎，谢谢。嗯，好，谢谢钟峰说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王俊涛在问王俊涛问题以前呢，我先念两段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或者网友的留言。第一段呢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跨国这样的问题许多学生呢表示失望和灰心，因为澳大利亚呢大专院校并未全力保护学生及其学术自由那个学生们呢遇到这些问题呢，基本上他们不去申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自己就读的大学呢不会认真地看待这种威胁行为，反而会同情那些民族主义的中国学生，或者把维护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看得更重要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调查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呢，在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预告后面呢，他留言叫 Dog Chai 他怎么说呢？中共在海外煽动小粉红，骚扰异议人士，以国内亲友为人质，威逼利诱，等暴行呢早已恶贯满盈西方也确实采取了一些行动，但远远不够。就连我们这些留言说出自己见解的人们，都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顶着恐惧和矛盾在留言。所以说，我想问王俊涛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即使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美国，大家也觉得不安全？对，我觉得还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基本上是不作为，就是即使在这两年他们高调做了一些行动，我觉得做的姿态更多，造势更多，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我举例子就是他们就用这个，到现在为止他们大概承办了几个案例，
所谓这几个案例其实都不是真的就是在跨境去进行对这种反对他们进行攻击，而这种攻击是经常在的。因为比如在我这个组织里吧，我们有十多年时间中间我们党员会受到各种威胁，但你跟 FBI 报基本上是个报案，是基本上是没任何结果。像有的人他能够在这个前年的圣诞节堵到门口来，就是要把他弄回去，他找 FBI 找不到他们，告他们之后他们事后也不处理。就是说你可以发现 FBI 在作业时候呢，他对那些有姿态性的事情他关注，但真正的对于那些实质性的，在我们在我就举两个，在纽约街头，就刚才封锁也讲到了，真正组织那些就是对共产党实施跨境迫害这些人，其实一个都没有绳之于法，一个也没有被抓。那些被提到案子上的人都是一些知谍的那些人，说话可能胆兵有勇啊，可能就是真的是在民族主义的粉红下，那些组织者 FBI 知道他们是谁，多少年对他们一直没有动，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对刚才封锁讲的很重要一个观点，共产党在这儿活动是有组织的，那么那些同乡会和同学会控制的这些人 FBI 也知道是谁，也有人报案， FBI 不采取任何行动对他们，甚至在底下给他们进行一些勾兑，就是说你提供一下，就是一就做两面人，做双面间谍，你提供一下你的信息，满足于交换这种信息，不对他们采取什么实质措施。所以我认就是我自己感受啊，十多年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其实对实质性的这种跨境迫害和对海外华人进行控制，美国政府基本不作为。那你要问为什么，我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政府和过去前苏联政府不一样，前苏联呢或者世界各国的政府在从事境外活动都是非常专业的，他们有职业人员进行，他们有职业规范，也就是说你抓这个人呢，你抓到之后呢，他们基本上他们也知道这是就是他们违反这个国家法律了。但是共产党呢，中共是个土包子，就是我们老叫他土共，他呢是搞什么群众路线人民战争，他把所有的海外华人都给了一个任务，就是你有义务去协助中共政府做这个。现在西方仅仅注意到中共的情报法和国安法中间要求每个公民要协助他们做事情，这是在搜集情况上。那么但实际上中共还有就是说在给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也要完成，你是中国公民就要维护国家利益，他界定是国家利益，有关部门搞个阴谋你也得执行，如果你不执行的话他要对你进行这个负面打击，如果你执行他会给你一些奖赏。那这些这样的一些机制呢，其实美国也是知道的，但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当他跟群众路线人民战争搅到一块儿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会跟很多利益绑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华人，他一方面他是在这个地方从事了跨境迫害，另一方面他又给当地的政府带来的一些好处。你看那上次就是他们在抓这个谁的王书军这个事情上，那当时我们有个异议人士的妻子就明确对 FBI 说，那你为什么不抓谁是谁，在街上他打人打了20年了，组织对这个暴力攻击，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纽约街头是什么人。但你为什么不动他？他说他人在国内。前两天欢迎蔡英文，他又出在纽约了，他又在做组织者，根本就说明他不是在中国国内嘛。就 FBI 他就是不作为，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你去问实质遭到中共骚扰，他觉得在美国基本上是没有人保护他们。就是说，比如像那个邱耕敏先生，这是在中共的红通令上，他完全是一个冤案，而且来找他老领导告他，知道你这是搞清楚，但你回国去什么什么就派带着彪形大汉在他门口堵着他，报案根本就没有人管他。所以我是觉得呢，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就是群众路线使得当地的政府呢有威，人家告诉说了，因为这些侨领他们是掌握着选票，他们也是美国公民啊，他们掌握了很多的选票，所以当地的政府甚至还让这市长还让他们做他们的顾问，不但不惩罚他们，那当然司法部门包括警察，刚才这个谁封锁先生讲到了警局为什么对这些部门处理比较谨慎，因为这说到底呢，他们是跟当地政府呢警察局是有协议的，就他们还要很多事情要照顾当地政府的主要的这些政务官员的意思，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制度，刚才这个也讲了，这个封锁也提到了，美国制度呢是个组织保护就是各种政治表达意见的，但是只要共产党做的比较精心一点，比如他表面没违背美国法律，比如我们在街头抗议时，我是抗议了十多年，那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是被攻击过两次了。那么但实际上真正的攻击呢，别的像法轮功群体和其他群体多了，他们拿个美国国旗还有访民，他们拿个美国旗往那一盖，几个人在底下叮咣啷一顿打，打完之后国旗一弄出来，这人躺地也不能动了。你问警察，警察说那证人呢，证据呢，因为美国是个法治社会，打法庭上打来打去打的是证据，那这种共产党黑箱作的超越黑社会作业，那怎么好搜集证据？那美国黑手党横行那么多年，杀了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事儿，对吧？最后
不是朱利安尼做检察官，一个意大利后裔了解他们的话，可能还没法把他们绳之于法。就是说在这些，那么还有一个，他们对于不同意见上，比如说有些人组织了，比如蔡英文来了，有些人组织去抗议他，在美国的制度保护他的权利，你说用政治正确去动员警察，警察可能不给你表态， FBI 可能或许会采取点行动，也就对这在底下给他们传递点信息。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政府从整体上来说，从有效性来说，他对中国政府有效的跨境迫害的手段无能为力，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情况。那如果要是立你，比如还有像，比如像王淑君这个案件，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些什么信息，后来我在问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律师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如果按照现在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我们说 FBI 吧，关于所谓的外国代理人制度，你怎么区分 consultant 的，就是一个幕僚，他花钱买了这个幕僚的这种咨询服务，和他这个是外国代理人。他说这个要是按照他们的标准，那所有这些提供花钱咨询，我们知道在美国中国政府甚至可以花钱雇律师给他做无罪辩护啊，那这就是美国的制度上他有这一块。那这一块东西我觉得呢，我们这些人其实也希望在中国建立几个各种政治意见可以公平竞争的制度，可是呢对于那些搞阴谋的人来说，他可以利用这种制度，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他不受法律的惩罚，就是因为他只要有钱，他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漂亮一点就可以了。嗯，我们再看看我前面提到的这位啊，匿名的叫玲玲啊，这个受害人啊，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希望啊，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引起更大的改变，让美国社会意识到中共的跨国镇压有多严重，也鼓励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当你们被中共欺负的时候呢，不要只是自己冗着，或者觉得这事情不够爆炸性新闻，不够轰动，所以不告诉谁，这其实正中中共下怀。我们也要大声说出我们的遭遇，这样才会让整个的社会改变。那么刚才王军涛说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当局呢，基本不作为，或者由于美国的制度的因素呢，无能为力。所以我想听听周峰锁先生啊，您怎么看啊这样一种情况呢？遇到这个被跨国镇压的时候呢，究竟应该公开站出来像宁宁这样，还是呢选择进一步的沉默呢？当然这是美国，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故乡，自由人的土地。那么这个自由是靠勇敢的人争取的。那所以我看到宁宁这样的年轻人感到非常的欣喜，就是在这种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当时本来是很惊慌的情况下啊，做出了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反击啊，而且他做的有声有色，所以那个时候他突然说要去 DC 抗议，我说哪怕有一个人，我也会跟你去。所以就是去 DC 啊，后来呢，我也专门找了一些议员的这种联络啊，跟他谈这些事情。那周峰老师，我们还有30秒钟，你可以简单一些。对，所以这是现在留学生中间啊，我们喜闻乐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年轻人啊在这里啊。在享受这种自由的情况下，运用这里的自由来保护自己啊，行使自己在美国受到保护的权利，反击中共的这种跨国侵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啊，也是我们刚才看到，仅仅有比方说立法或者谢谢好了，周峰锁先生，好了，我们那个时间到了啊，我们那个打住。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两位嘉宾的观点呢？这个不代表美国之音啊，只发表只是他们个人的观点。那么我要再次呢感谢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呢王军涛博士和中国人权咨询主任周峰锁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下面呢我要做一个广告，就是我们这个明天的星期六上午9点的节目啊。那么中共近来呢大搞习思想学习，称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美国知名汉学家、加州大学和平分校教授林佩瑞表示呢，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是中共历届领导人神秘的护身符。请于4月15号上午9点呢收看美国之音呢对林佩瑞教授的专访。
最后呢，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咱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